大家好，这橙子是那个发出去退回来的那橙子，我现在我就把这个皮剥下来，晒干一点来炖肉吃啊。老谭，去哪里啊？你去哪里嘛？看你想走想走的。去哪里嘛？去小酒楼拿了什么东西啊？没拿什么呀？我看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樱桃啊。樱桃拿给小姐吃。是啊。给点跟我吃嘛，好不好吃这个？我。你去那边拿就得了嘛，我这个我栽那么辛苦的。哎呦，我想吃一点，你少给点给小姐就行了嘛。我就占了这么点，你还少一点。你看就这一点点，很难摘的。酸不酸嘛？这个酸酸甜甜的。小姐肯定不爱吃的。她没吃过的。那么小一个，不要拿给她了，给我吃就行了。你要的你继续摘吧。哎，我自己讲，我这里有橙子，我就吃一下味道吧。还没弄完你还吃不吃这个？呢？还没弄完呢。没有，这个是退回来那种，吃不吃嘛？吃你再拿一点去吃。我拿去吃，我去你果园那里拿就得了。你给牛吃，你也给我吃。你吃还不是一样吗？那我要吃，我自己去果园那里摘不得吗？五元还不是这种？你这个都种完了，种个别的，我才不吃你的呢。妈的，樱桃又想走了，刚才我不叫你就想走了，真的不想进来了。没有，忘记你在家了。干嘛？给我一个嘛。一个是吧？一个可以，我挑一个给你。你给个黄，那个红一点的嘛，给个橙的，这个怎么吃？青的才脆。你这个也太小气了吧！你给个红一点的给我嘛，少给点小酒就行了。我都挑好吃的给你呢，这种。那你自己吃不吃这个这么橙的？肯定太酸了嘛，这个嘛，长都没这长个很出。甜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硬邦邦的，给熟一点的给我吃嘛。熟的都没有几个，你再吃就没了。那你自己吗？我去地下街，你要吃嘛，你就去我那边摘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他那过来，好，那你先，那我走了。那我什么时候再去摘了？好吃吗？我这基本上不吃饭了，叫我去摘，熟了肯定给他摘完了嘛，所以那刚蹭蹭的那个怎么吃嘛？还问我今晚做不做饭吃，又想在我这里吃，我吃了个气都给他气饱了。我刚才说不吃的，今天晚上不用吃，气饱了，我吃。肯定又想在我这里吃饭。